来看到这台中市区的北区甲西区，因为是负责上水的大公线来检修，为今仔一早九点到明仔载啊八点会停水23点钟。区公司表示，经过评估，这公线状况未歹，今度嘛已经编15亿个预算，拍算要来进行一挂公线的替换。江水完将储水站灌了满，等下搁要准备前往后一个储水站来供水。台中市部分地区15号上午9点开始来停水，时间就是23点钟，一直到16号上午8点才会来复水。停水原因是要来进行1350公里上水干管的检修作业。看到有些部分有一点漏水，所以说我们就排定这个计划性的哈来去做这个检漏。如果说看到有漏水的部分，我们也是即刻把它修复起来。台水公司表示，包含停水和减压供水的受影响的估计有91000多户，范围主要是伫北区和西区，嘛已经准备30处的储水点。因为去年电台伫发生逼供的事件，水公司嘛加强老旧供水检修。这次进行的是共建1350公里的上水干管，但是时间是伫1977年。不过因为考量供水状况良好，以及降低交通的冲击，采取内拓环的工法来指导，而为着要因应停水，周边的店家嘛做了准备。下午没有做，所以够了。那如果下午要做的话，就根本就不够。去年这样一直停水会比较困难，这次因为有备而来，我们房东买了2个大水塔给我们用。每周一点给买一件欠水备用，为了将清洗用水来回收，搁再利用水塔买一件拢灌了满，就加强影响到做生意。水公司表示，去年度的供水减缓率已经达到总长的1.17%，而今年度买一件编列15亿的预算，针对着老旧供水太旺，希望来降低渗漏以及逼供的状况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